节变化，时光流逝，欢迎收看斗转星移。太阳是我们这个行星系的核心，它慷慨无私地将光和热洒满了大地，于是地球上就有了万物生长靠太阳的老化。不过还有一种力量让我们人类能够在地球上得以生存，那么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呢？我们来看看。地球，我们的宇宙飞船，让我们登上地球飞船，继续为期一年的绕太阳一周的旅行。从地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来看，经过八周，地球就会到达夏至点。夏至标志着夏天的开始。现在的每一天中，太阳似乎都爬高一点，到了夏至，太阳升到最高点，并且以后的高度会一点点地降低下来。在这一段的旅程中，北半球在变得一天天更加朝向太阳。在冬天，阳光入射的角度很低，而现在阳光入射角一天天高起来，天气也一天天热起来。太阳是一颗恒星，它发光发热已经持续了几十亿年。太阳的辐射相对是很稳定的，因此才有了地球的大气层，生命才得以出现和繁衍。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对生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假如地球距离太阳像金星那样近，那地球表面的温度将会致命的高，金属铅在这样的温度下会完全融化。但是如果我们离太阳像土星那样远，那又会变得太冷了。地球的自转也是维持平衡的因素之一。假如地球自转比现在慢一些，那么白天和夜晚都要比现在变得长一些。那时在白天我们长时间被太阳暴晒要热得多，而在晚上又会比现在冷得多。假如地球自转比现在快一些，那我们赖以呼吸的空气会消散在宇宙空间，因为加大的离心力会把空气甩出地球去。现在的这种平衡使我们人类这太阳系中唯一的和脆弱的智慧物种得以生存。像每一颗行星一样，地球有自己的公转轨道，绕日轨道运动是离心力和引力之间的平衡。我们这颗行星的稳定性还得益于月球的存在，没有了月球，地球将摇摆不定，很难有一个稳定和适宜生命生存的气候条件。受制于地球的强大引力，月球不能自由地自转，反过来月球也使得地球变得稳定，其作用就像走钢丝的人手持的平衡杆一样。巨行星土星和木星的存在减少了地球遭遇彗星和小行星碰撞的危险。木星就以其巨大的引力俘获了舒梅克列维彗星。假如这颗彗星不是撞上了木星，而是撞上了地球，那我们就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侃侃而谈了。太阳辐射带给地球上每平方米面积的能量，相当于一支1000多瓦灯泡的能量。太阳辐射使大气层温度升高，在赤道区域，受热膨胀后的空气因重量比较轻而升高，而后向南北两个方向流动。但是在赤道区域，地球自转的速度最快，所以在升高后的热空气返回地面之前，局部的大量空气在地球自转方向上发生了移动，这就引发了地球上的信风。在非热带地区，太阳带来的热量比较少，地球自转引发了大量空气的移动，强烈的西风在这里形成了。这就是在气象图上经常看到的那种，当热空气向南北两个方向移动时，云被扭曲成螺旋状，因为地球自转在两极比在赤道慢。这就是为什么在北半球云的螺旋沿反时针方向，而在南半球沿顺时针方向。风以这种方式携带热量从热带到温带，把太阳的热散布到全球。在每年中的这个时候，由于地轴的倾斜，北半球更朝向太阳，因此也越来越温暖，春天到了。
每一年中，地球的四季周而复始，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可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地球的气候还是处于变化之中。太阳辐射决定着地球上的气候，据认为太阳的引力趋向于把倾斜的地轴拉正，形成一个26000年的变化周期。可是地球的惯性力求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这两个力的双重作用使地球发生了一种极其缓慢的摆动。在数万年中，阳光入射的角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地球气候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北极的冰原可以扩展到欧洲和北美洲，这就是冰河期，而后这些区域又可能变成地球的热带。所以地球气候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初地球上仅有的生命生活在海洋中，在几百万年里，太阳辐射在地球表面形成了一层氮气和氧气的混合体，这就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所以可以有些冒昧地说，地球温度近年来的稍微升高是人类的过错所致，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太阳影响的结果。据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它的运行速度是这样的快，每4个月就绕太阳一周。你可能会想，那我们每4个月就能看到水星从太阳前面通过一次。可是水星绕日轨道稍微倾斜于地球轨道，所以在地球上看去，水星不是稍微偏太阳上方通过，就是稍微偏太阳下方通过。可是平均大约每7年有一次，我们有机会看到水星从太阳巨大的表面上掠过，这就是水星凌日。另一颗行星的运行速度也比地球快，那就是金星。在每次超越地球时，金星就从地球和太阳之间飞过。可是金星的轨道面相对于地球轨道面也有倾斜。当我们看到金星从太阳表面越过，即金星凌日时，地球、金星和太阳连成了一线。金星凌日在一个世纪中平均只发生2次，这就是宇宙的有序和无序。这里似乎是完美和永恒的，是椭圆运动，但是富有摆动、起伏和摇晃。太阳系就像一个人在摇摇晃晃地蹒跚而行。我们的地球经过几十亿年的演变，拥有了丰富的水和大气，还有适合动植物生长的森林、草原和湿地。生命让地球这颗蓝色的行星变得更加精彩。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斗转星移，下期节目再见。下期我们将去看看海王星。每年当地球超过遥远的海王星时，它似乎就在恒星背景上回过头来逆行。海王星是太阳系的外行星之一，我们也要关心一下行星中个头很小却拥有一个大月亮的冥王星。冥王星在一个很倾斜的轨道上运行，而且椭圆的偏心率很大，还与海王星的轨道相交。会不会有一天它和海王星发生碰撞呢？海王星的另一个邻居天王星，它的自转轴居然落在了公转轨道平面里，所以天王星好像是躺下了公转的。土星的光环是人们熟知的，我们将向您介绍用什么方法发现了海王星的环。